在一公里就到了，横穿大桥。对，因为它基本上快到了。1.9，不就快到了吗？对啊，很近啊。还好，像天气很好。如果下大雪，在这里走很恐怖啊。下大雪的话，我就提议就是直接等到12:15。横穿大桥200公尺就到了。横穿大桥不是右转吗？对，我告诉你。没有啊。哦，对。这有一家陈昌旅馆在上面。等一下，我们上去看看。我先去陈昌大桥看看。然后就走快去旅馆的车。对吗？好多。下雪了。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呢，还是真的下雪了呢？嗯，我觉得是下雪嘞。你觉得嘞？八甲天缆车站到这边，建议大家没事就坐公车就好了。真的很闲，在走路，有体力才走路。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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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那里。OK, good, 好棒哦。大家要走的话，可以期待登山杖。刚刚看到一个日本人有带登山杖，应该已经在爬山了。好高哦，这个比我还高哎，哇塞！
泡温泉完全不会冷。手明就超冷啊！你啊？手明就超冷。真的吗？我听到他过来了。他过来了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过来。他是道具。完全变不一样的路哎！对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们来去走一段，完全变不一样的路哎，超惊人的啦！去拍我们走过来的路，现在变成怎样？怎么会这么夸张啊？一下就积雪。对啊。我看有从那边滑雪下来。是哦。那边。哪边？那边啊。你们看到他穿雪鞋？哦、有。他们可能是本来在健行还是？哦。他们穿雪鞋。哦。我们也是去健行啊，其实。不要走太过去哦，我知道，不知道会有洞。我们刚刚从这边来的，刚刚还看得到路，现在看不到路。没有洞，你不要走太过去。好，超夸张的，才过一小时就变这样。各位看一下，哇哦，金森山上真的不得了。可是这其实温度没有很低，因为雪很湿，其实有点像冰雪。看这边就知道。它其实很湿。